还在等吗？风卷飞沙，繁花落下，背对天涯。王兄不必着急，留下赵大人与我说话吧。你们也退下。是。赵大人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赌徒不该赖账，怎么赖也赖不掉。我知道你会来找我。宇安为什么看不见？没有味觉。说不出话。不仅如此，两天之内他会无感消失，最后死于气息麻痹。真的与你有关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毒药。看来找我有事啊。找你，当然是因为你跟我还有赵兰芝的事。看来天后没有答应你啊。正如你所言，天后没有答应我，可是她也没有拒绝我。赵兰芝不是我的，但她也不是你的，你们两个尚未婚配，我跟你一样可以要她。你想怎样？都是习武之人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我们两个早就应该公平的、痛痛快快的打一场，对不对？输赢怎么定？谁饮了这杯酒，谁就是赢家。输的人不能再纠缠赵兰芝。好。记住你自己说的话，别再纠缠赵兰芝。我记得住，可是我不服气。咱们后会有期。
纠缠赵兰芝，可是我要让他来找我。我就是这样，让他饮下了毒药。都说他聪明勇敢，我怎么没有觉得呢？那是他光明磊落，对你没有防备啊！好，赵大人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毒药由13种剧毒配制而成，若从口腹而入，渐渐的就会五感消失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动，最后衰竭而死。你怎么这么蛇蝎心肠？为何要加害他？随便你怎么说，赵大人，你只有2天时间，咱们走着瞧。郡主，快说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把解药交给我？你这是在哀求我吗？救援与你我是两码事，你不能混为一谈。那就是没得谈了，赵大人。叶远安还真是招人喜欢，两个男人不顾身份，前赴后继的欺负我一个女人。我知道解药在你这儿，解药呢？快拿出来！赵兰芝，你知道吗？天后说，我跟叶远安可以各提一个要求。我跟天后要了你，可她要了这个马奴。你心里有她，可她心里只有别人。天下有你这么傻的傻子吗？少废话，快把解药给我！穆乐，杀了他，远安也活不了。郡主，你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要你去跟天后请求，为你我二人赐婚。我要你把为叶远安做的事情也为我做一遍。我要你像爱他一样爱我。我要你立刻娶我。一介武夫，值得吗？值不值得是我的事情，你只要考虑做不做。赵兰芝，我提醒你，时间不多了。我干嘛？你主子得救了，你就乖乖回去等着吧。孩子，这好好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叶大人，袁安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是越来越糟了，他听不见，也动不了了。叶大人，兰芝无礼，恳请叶大人准许，让我和远安单独待一会儿。我有几句话想跟远安说。去吧。前端阁的案子破获以后，那日你与我在茶楼里相见，你不知道与你相亲的那个人是我，可我知道那个人是你。既然知道，我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呢？
说你看不上我的时候，我没有找你理论个明白，因为我知道我有感觉，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相处，我们的缘分不止如此。会成亲，于是我就掉以轻心了。早知道你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应该娶了你。兰芝，你真的想好了，让本宫将明慧赐婚于你，而不是叶远安？臣想好了，请天后做主，将明慧郡主许配于我。这明慧还真是有办法。罢了，本宫早已答应明慧，既然你也要求，那本宫这就下诏。大理寺少卿赵兰芝，人品贵重，文武双全；明慧郡主品貌端庄，秀外慧中，二人郎才女貌，堪称天造地设，未成佳人之美，故下旨钦定二人结为夫妻，则即日大婚，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恭喜明慧郡主。谢公公。原来妹妹的心上人是赵兰芝赵大人。哥哥嫂嫂，后天就是黄道吉日，请你们尽快为我操办吧。后天？对，后天。赵兰芝，你不会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吧？说话吗？元，好像做了一场噩梦。哎，你这刚刚有点好，着急忙慌的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明慧，她竟然害我，把我的剑拿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明慧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我去跟她要解药，她就给我了。你看你这不就好了？女孩子打打杀杀的，成什么体统？我哪里好了？他什么时候跟我开过玩笑？赵兰芝，你什么时候帮他说话了？你我帮他说话又怎么了？事实本来就是这样，你何必小题大做呢？你去找明慧郡主干什么？你打也打不过他，人也没有他机灵。你为什么？
总是跟比自己强的人较劲呢？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哪儿都比不过他，是吗？我跟他较劲，他现在是要害我，好吗？他在天后面前讨要你，转个头就来害我，这件事你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老是教育我，就不去教育教育他呢？你不说我倒忘了，他跟天后讨要了我，你跟天后讨要了什么？你不用说我也知道，你跟天后讨要了穆勒的自由之身，还赦免了他霍都山的罪。如果你想到我们两个，怎么会跟他说这些？我们俩的事儿还需要说吗？怎么不用？你就那么肯定？是你心里没有我吧？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。我还有事，要先回大理寺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赵兰芝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不许你走。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？我不是你的马奴，我是朝廷大臣。你什么时候能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柔声细语的说话？我真受不了你这个样子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现在立刻回去，和永安说清楚。我不想永安这么难过。回去，跟他说什么？说实话呀，就说你被那个邪恶的郡主胁迫，如果不按他说的做，就不肯解药，永安他就得死啊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你如果说实话，永安的心就会好受些。如果远安跟你在一起才会快乐的话，我愿意帮助你们一起私奔。穆勒，无论远安有没有向天后讨要你的自由之身，你这颗心永远都是自由的。真羡慕你啊，什么都不用在乎。我刚刚问远安向天后讨要了什么，就是为了抓住她的把柄，让自己狠心离开。她说的对啊，如果换作我向天后请旨，也是会不加思索的讨要别的事情。我和她哪儿还需要什么请求？我要是你这样倒好了，来去自由，天当被，地当床。可是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你那么坦然。明慧郡主每一步都算得那么仔细，她抓住了我的软肋。天后降旨，我怎能违抗？怎么不能？天后也是人，天后的话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。这比你跟远安在一起还要重要吗？你不明白，我一直为朝廷执法，绝不能违抗王法。身为执法者，更不能让远安跟着我当一对通缉犯。其实远安对你，我一直都是介意的。自从你出现以后，他待你很好很好，好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从来没有把你当过家奴。也许在他心里，你比我更重要吧。替我好好照顾他。赵兰芝，告诉你，他两天之内
一定会带着礼物回来求我。好好休息吧。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？我不是你的马奴。嬷嬷，我问你个事儿呗。小主子，您说。你说这男的是不是大部分都有病，而且会时不时发作的那种？这么说也有些道理。不过小主子，您何出此言呢？你说这赵兰芝之前还挺好的，怎么就给我拿个解药回来以后，不是挑我毛病，就是帮明慧讲话的，跟发了病似的。小主子，您担心个什么劲儿啊？赵大人对您那是一心一意的，肯定是当时啊衙门里事儿多，心里烦乱赶上了，或者啊，您就当他是得了疯病，疯一会儿也就好了。完了。他是不是见到我中毒以后的样子就嫌弃我了？哎呦，放心吧，小主子，您就是中了毒，都比别人涂上胭脂漂亮。嗯，说的也是，所以他今天肯定会来看我。准没错。嗯，尚书大人，大小姐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这几日啊，我在家里照顾小女，麻烦各位把公事带到府上来商议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大人，大人客气，哪里，应该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对了，这朝中这几日有什么新的消息吗？哦，一切井井有条，按部就班，并没有什么大事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有件喜事。啊，裕王府的喜帖没给您送来呀？裕王府，裕王府跟何人结亲呢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是明慧郡主要嫁与大理寺少卿赵兰芝了。太不像话了！他竟然是天后下旨赐两人联姻的。他竟然交情这么好，那赵大人怎么没把亲家亲自送到府上来？这皇亲国戚理当隆重慎重，但是据说明日就是最好的黄道吉日，这婚礼啊明日就要操办。明日？是呀是呀，但这是不是太仓促了呀？据说呀，是裕王府那边的意思。马牵出来，干什么去啊？找赵兰芝。不行，你身体还没好呢。你去给我牵出来就是了。嗯，这马我还没喂呢。这不刚喂完吗？驾！哎，员外，员外，傻站着干什么呀？去追员外，别让他去找赵兰芝。
快点去呀！站住！这是大理寺，不通报一下就往里闯，太没有规矩了。找赵大人。叶大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赵大人大婚，您怎么没去啊？大婚？他跟谁啊？这天后赐的婚，裕王府的明慧郡主呀。哎，你也知道？今日大婚，妹妹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当然满意。只是时间仓促，赵兰芝府里的宅子还没有修好，又要借哥哥嫂嫂的地方摆宴了。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王府永远是你的家，只不过这以后要改口了，不能再连名带姓的喊兰芝了，要叫她夫君。我觉得连名带姓的叫人最好听了。对了，嫂嫂，她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她应该在外面迎接宾客吧，马上就开宴了。欢迎欢迎欢迎，里边请。哦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哦，谢谢谢谢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恭喜王爷，恭喜王爷，恭喜王爷。哎，恭喜恭喜啊！是您啊，快里边请啊。兰芝啊，看看是谁来了。哎，不知国师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国师海涵。你们两个先聊着，我去招待一下其他的客人。这你大婚怎么没给我送喜帖呀？想到天后有命，国师一定在为破译九星天珠的事情繁忙操劳，实在不想叨扰。破译天珠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哎，复杂着呢，我干脆休息一会儿。听说你成亲了，我就过来凑凑热闹。国师驾到，是我三生有幸。实不相瞒，赵大人，我以为你的新娘是远呢。实不相瞒，连我自己都觉得，有一天我成亲，新娘一定是袁安。我看你与明慧郡主郎才女貌，很是般配。愿你们终有一日尽释前嫌，坦诚相待。事情已不可逆，国师是否在安慰相公？怎么会？我才没有。吉时已到。及时到了，
新郎官赵大人。赵大人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连我都没有请，不合适吧？我想你大病初愈，这种场合难免会感到厌倦疲惫，就没有给你发请帖。赵大人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与我的身体比起来，我的身体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再说了，你我也算是同生死共患难的过命之交了，不够意思吧？还是赵大人原就不想见我？元，我们回家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与明慧两情相悦，又有天后赐婚，天意不可逆，皇命不能违，喜事即成。你来喝我一杯喜酒，我欢迎你。若是不愿也没有关系，改日我去找你，为我的失礼怠慢道歉。你喝了这杯酒，其他的我们改日再说。仅仅只是失礼怠慢？你知道这个女人对我做过什么吗？他给我下过毒，差点毒死我，你知道吗？喜酒，你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我为了赵兰芝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要是敢撒野，我就让你死在这里。再说了，这是天后赐婚。我要是杀了你，你死了也是白死。我看谁敢上！住手！元，你我缘分已尽，做不成夫妻，又何必执拗？我们之前关系也不错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你真的要搅局吗？你一句话，我劝你还是走。一转身，一道伤。那个女人刚才说什么？你听见了吗？在我，这个女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她是不是威胁你了？没有，不要乱揣测。一个人，一段路到天。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没有。走吧。看我干嘛？你真以为我要跳崖？活着多好，我才不要死呢。对，远，
没有人值得你这样伤害自己。这时候教育起我来，刚才你就该帮我杀了他们俩。远安，你是在说气话。放心，本来也就没想让他们两个死，不管是赵兰芝还是那个女的，只是觉得我们两个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，总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。他们俩现在已经成亲了，想想我却还只是一个人。那他成亲，你也可以成亲啊。傻子，你知道成亲是什么吗？成亲就是对一个人好，长长久久的对他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让他伤心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哎，对对对，穆乐这小子说的一点也没错，你呀早就应该嫁人了。你也过来看我笑话了是不是？老师傅您怎么来了？哎，本来我在赵兰芝那喝喜酒，看到你们两个跑出来，所以我就跟上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哎呀，看看你自己，你被人给耍了。你对赵兰芝是情深意重，他就为了明慧郡主反而把你给甩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朝中上下他们在看你的笑话呢？老师傅，你怎么说也算是远安的半个师傅，你怎么老说气他的话呀？哎，傻小子，我在帮你呢。帮我？正所谓亲者痛仇者快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本来有个好法子，想听也听不到了。还报仇呢？说来听听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了？成亲啊。我跟谁去啊？我要么我要么他。我你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赵兰芝成亲，你们也成亲，他们俩过得好，你们俩过得比他还好，这不就完了？远安，如果我们成亲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可以不想赵兰芝，就可以不难过了？对啊，他可以成亲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哎，这就对了。那老师傅，哎，这荒郊野岭的怎么成亲啊？有天地为证，还有我这个国师为你们证婚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天赐良缘，就这么定了。一拜天地。二拜国师。夫妻对拜。现在是夫妻了，相互说点甜蜜的话吧。说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就这么笨呢？你就说你为什么想娶她啊？我娶叶远安是因为那怎么因为什么呀？赶紧说啊。我娶叶远安是因为我喜欢她，我心里总想着她，见到的时候心里想着，见不到的时候心里更想。从今以后只要远安不伤心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哎，你的呢？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什么我呀，赶紧说呀。难道你不喜欢穆乐吗？我当然喜欢了。这不就完了吗？拜完天地了，接下来该入洞房了。这太草率了，要不以后再说吧。哎，这怎么行呢？只要成亲就必须入洞房。哎，这天为被，地为床，这么宽敞，要不你们就在这儿了。哎，哦，你们俩不好意思啊。
哎，要不你们俩水深度，哎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去吧。却缄口不提，长梦之中几番与你暮成心绪，谁都想一世不离，怎料却都转心。